蔡壁宏对台湾的算长真严重，台南的半岛文旦那各个建筑的水内底，规阵是徛长咧采收期间，煞拉甲满世界拢是，农民估计是了五成左右。另外伫咧安南区的江阿西，即阵因为中大水，嘛地输煞把鱼仔嘛拢流了了。台北洪台扫来，中南部拢变大雨。本正八月准备通采收的满道文旦，即阵拢浸咧水内底。虽然水有较退啊，不过即摆风上头，甲文旦拢渗咧到土骹，估计损失两成。即阵农民动用抽水机抽下边的水，就惊树丛伤过湿淡，到时紧来暖气。伊顶代八八洪灾吼，阮的落果搁较严重啊，所以讲你看土骹趴落来，即掉下来的这油啊吼，这是。全部拢爱淡掉去啊！因为这没有法够再使用啊。因为风大的时候，他们果跟果，然后树枝跟树枝这个碰撞，你看会影响，会割到它的皮。可是皮丑的话，其实它不影响到我们那个它的口感。赶快通来当采收的桂林七卡，有一半拢乌油去，农民工拢有做好防灾措施。要唔过游完走向未去，大粒的七卡是拉甲规四个，那细粒的是累着伤，兼手机拢致去。另外阿南区刚刚才是发鱼仔大本营，即摆随着大水。好，佮加上大楼，地主阮阿参加我因平管，四个村的三百六仔拢对水流出去啊！以为那个啦，啊，机智去啦，啊，迄个影响后壁的成长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会使讲损失真严重啊。大概几成哈？第一个五成的啦。外水沟的那种潮水哦，大雨里面哦，大了快一公尺啦，溢起回来就水就对啦，无法当造成排出去哦，阮的水哦无就控制袂掉啊，也造成溢起啊，这鱼啊就无法导伊就规个拢走到水啊。农业局嘛公告，台南各农产业受损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，然后灾损的农民会当向当地公所提出申请。那渔业损害，农业局回应，希望在后三天内，嘛去甲公所申报，后续政府会做盘点，再个送件去中央做审查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